婚姻观的印尼中加推动英语教育流行，学生参加本次的英语学习竞赛，不只是包办英语公告书，各中组的一二名，更是伫咧各中高中组英语单字王的比赛当中，拢摕到冠军，三冠王的佳绩，互全校师生拢感觉非常荣幸。校方表示，学生逐天来到学校了后，拢有来听这英语的教材，不断来累积实力，才会当有这呢。Vicky has a garden in her front yard. 苏欣努力训练，希望继续增进英语的实力。婚姻观印尼中学参与本次的全国英语学艺竞赛，那摕下英语广告书各中组的第一二名，以及各中组和高中一组英语单字王第一名，三冠王的佳绩，让全校师生拢倍感光荣。当然，就是每天要累积下去背单字，或者是每天练口说，然后每天写作，因为英文能力是每天这样累积起来的。这个比赛就是他会念一个单字，念一个句子，再念一次单字，然后你要马上就是写出来，然后八秒钟之后举牌。我觉得某一方面来说很考验你的抗压性。那时候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就是觉得我的表演不是最好的那一个。其实我非常感谢指导我的老师，而且还有一些同学给我的建议，就是因为他们，所以我才可以拿到这样的成绩奖。这一次考的都是对我来说比较熟悉的单字，所以就是有比较有把握。一下笔就不能写错，然后我真的很怕我会写错，所以就很紧张。指导老师表示，学生每天早起来到学校了后，拢会收听相关英语教材，再加上比赛进行的训练，才会当有这么好的表现。那我们在他们比赛前，大概两个月前开始比较集中的去做培训，接近比赛前，我们就会去模仿他们所比赛的方式，所以会让他们用白板练习，然后去听。就整个是听单字，去听例句，然后去模仿当场的那种临场感去做培训，这样子。校方表示，增强英语的实力，需要每天拢努力练习。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之下，已经渐渐看到成果。希望同学会当继续精进。我一直跟学生强调，你每天早上要来听空音大音之前，你一定要做预习的动作。你预习只要做得很彻底，你都会感觉到自己英文听力的进步。然后上英文课，你专心的听老师讲解，那回去要做复习啊。我相信他只要在永联出去，他的英文能力绝对比任何一个学校同学的英文程度更好。提下国中单字王第一名林婉玲同学，虽然在校内选拔测验当中仅考25分，不过在老师的鼓励和训练之下，也成功提下冠军。校方也照伊案例向学生传达事在人为，千万唔通看轻家己的道理。记者林宏碧采访报道。